觉得我如果摸你胸部的话，你会觉得会破坏你的形象吗？那你会不会很希望我摸你？为什么？你的题目为什么描起来都是好东西？好可爱哦！嘿嘿，好想吃，拍照拍照。对，我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番茄向弄节目。我真的没去了这条行程。全场请起立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没有高腰裤就绝不出门的柯文哲市长。为什么？你们其他题目可以不聊。我们节目就是轻松，不然是要聊什么啦？你的题目为什么聊起来都是好东西？你就把我当成是小妹妹，然后就是跟长辈聊天呢、啊。对。因为前一阵子我参加那个金曲奖嘛，然后我就有跟我的姐夫谁知道吗？韩国人的那个姐夫。真的很难聊，要不要看我一眼？我帮你按一下这个穴道。不用，补考，我这个有排的，让你这边排的正。在吗？有没有？最正确事情你知道应该这样，先。好可爱哦！看着好想吃，拍照拍照。对，我。这个是番茄向弄节目。那你帮我们做一个结语。人活在世界上，不是每天都要做有意义的事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最后是以无奈的心情做 ending， 你可不可以比较嗨一点呐、啊？我们真的没去了这条行程。结束了，还好。哎，我们拍到了，谢谢。总算熬过去。这么难熬吗？我上一个节目接到。半条命都没有，哪有那么严重的？没有在煮饭的朋友，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 XO 干贝酱的朋友，您一定会知道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。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 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。